What's up, everyone？ 我是你们的恩熙俊 ，A.K.A. MC 俊，欢迎收看《罪恶城市》这个系列，将会带你游走在夜生活之中。我喜欢热闹，而且我今天想要更热闹，所以我找了我的好朋友来一起热闹。耶、yeah, ，好热闹啊，好 hungry 啊，小蛋糕，耶、yeah, ，饿起来。是的，没错，我找到了异乡人来跟我一起热闹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猫下去敦北俱乐部以及男孩沙龙。然后你看这外面其实有两个入口，那其中一个入口呢是吃的从外面进去，另外一个入口呢是他说喝醉了才可以走那边。那所以你不要走错入口，真的入口在这里。阿坤你要嗨了啊？对不起。哇，喧宾夺主啊！喧宾夺主啊！好，那我们进店里吧 ，Go。这边先恭喜阿管他的单曲跟9M88的 Swag 午觉，在我们拍摄的当天晚上要上线了。没错，就是今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。他本人感觉很焦虑，飞到9M88，然后再有重新编曲后，我觉得整曲的质感变得很棒，就是一个比较更轻松、更 chill 一点的一个曲风啊，爵士 hip hop 啦，微蛋堡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点餐了，这是他的菜单啊，要点餐啦。他们的菜单都用的很有个性，非典型食物使用说明。OK。那我们直接点跟一点可以吗？对啊，没问题。滑蛋松露酱炸面包，脆皮猪，南风炸鸡，冠军薯条，那就烤花椰菜。好，花椰菜。那再一个炸蛋。MC 俊真有钱啊！什么东西？点起来啊！没有啊，庆祝一下你单曲发布。他的酒单也很有特色，也很可爱。嗯、那我要一杯裸体苹果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冰淇淋的那个。那我们再一个那个脆皮马铃薯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。哇！这么多，吃一整桌吃年菜啊，团圆饭啊。先推荐你第一道。好，今天桌上的都是我必点，这一个是松露滑蛋面包。你跟我说你在菜单看到这东西，你通常是不是不太会点？对，因为会觉得好像偏小众，还是对，就是或者是觉得好像没什么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一道啊，其实是我认为这里最好吃。这看起来就很凶哎，来喽，松露滑蛋面包，而且面包超好吃，来喽，吃下去。哦，干，这真的超好吃！闭上眼，我就感觉那农夫在我面前种松露，鸡蛋刚从他的身体弹出来，棒！那好好吃哦，配点酒，配点酒，配点酒，这么急促啊！年轻人血气方刚。我的这个是裸体苹果，海边阳伞下的裸体苹果，它用日本清酒苹果汁、柠檬汁、西芹还有日本啤酒，所以会那么清爽，它很顺。不然你喝喝看我的，好，我喝看你喝看我的。嗯，比较偏酸一点点，偏酸，水果味浓，有点梅酸的味道，有一点点，它就是苹果酸，所以其实喝起来很顺口，对不对？我看台南同乐会苏打冰淇淋，野牛伏特加，还有金星白芦笋汁、柠檬苏打、椰子冰淇淋，这一杯都是我每次就是有外国客人来的时候，我都会点给他们。那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猫下去，它是餐酒馆，跟我们前两集最后城市的状况比较不一样。因为酒吧的话，酒的比例要重，食物可以轻，所以它的食物只要 OK 就好。嗯，但今天我们是餐酒馆，它反过来应该是食物一定要 OK， 然后酒的比例比较轻点，但是它的酒也非常的到位，没错。而且餐酒馆的酒啊，它的下手没那么重，我觉得我们很适合边吃边喝，就可以一直喝一直吃，很轻松的，轻松的。第二个我们要试什么？我们试试看他刚推荐你的烤花椰菜沙拉，清爽的花椰菜。哇，胡麻吗？胡麻，还有一点像咖喱。对，咖喱香料的味道，香料味。所以如果喜欢口味偏重一点、辣一点的，可以点这一道。对，又清爽的沙拉。你们要吃辣吗？我比较吃咸辣。哦，你不吃那种纯的那种麻辣？对，我会比较不发。那我们先庆祝一下好不好？啊，冠军系薯条，直接得一个奖杯啊，学长。哎，他家的薯条是我觉得台北最强，而且因为我们平常吃的薯条比较粗，我其实喜欢细薯条，因为很脆。平常我因为我都点原味的，我已经觉得超好吃。然后就我今天这個麻辣的，我觉得别有一番风味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之前再喝点酒。餐酒馆怎么让我想起你的第一集啊？一直喝，对，一直喝，好害怕。这一个 MC 君这一个这一道啊，就是你在菜单看不到，然后我每次来我都会问他们说，就是有没有脆皮猪，就是这一道。哇，这道脆皮猪来，我插一块起来给你看，一插就要碎。哇哇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我也要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赞赞赞。干，真的很好吃哎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不说话了。干，我都每次来都好怕他这个卖完。嗯，干，他因为他这个是不是每一天都有的？
因为它是外皮很脆，但里面很软烂，然后调味很棒。嗯，受不了，感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。这道我们等一下再慢慢品尝。南风炸鸡里面还有一些小黄瓜类的啊，需要挤一点柠檬，爽口感十足。对，其实吃这种油炸的，就是需要配一点柠檬，清爽一点。你先，这个话你先，我先，先吃一口原味。嗯，有南蛮感吗？南蛮，基本上我不太清楚南蛮的定义啦，我只能说是啊，蛮好吃啊，我沾点酱。嗯，香香甜甜。他们这里的菜我觉得除了装潢很漂亮啊，店很好看，酒很好喝，他们最基本的食物每一道都非常的稳定。这是这一期活动女孩节的餐点，炸培跟鸡皮，然后还有马铃薯。是马铃薯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彼此看着。哇，换你换你换你换我换我，马铃薯就大概是那样子，大概是这样，对啊，但是不错，绝对不会雷，不会到说太咸，对，但就有奶橘香的味道，然后马铃薯的香味也很 OK， 可以的。然后像这边这条，我就觉得就很容易适合下，就是鸡皮啊、培根啊，然后沾它的酱。最后一道啦，最后一道了，炸弹啊！但是这个每次吃都会吃得很脏，那我先加减切，你用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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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人一半。我也想要加点苏格兰式吧，好像是。哦，这一道真的是让我吃好多次都不会腻，太酥了。太隔又太懒，太隔懒。各位这个在观看的朋友，直接自己想象。我好懒得介绍，好好吃哦，太好吃了。嗯，两杯差不多，那我们来试试看他们的这个女孩节的，真的是在赶进度哎。酗酒意大利女孩与她的透明葡萄，那我点拉丁少女的神秘蜂蜜与乳香蜜瓜。那我们来点，就这么决定，就这么决定。先生，你需要什么？咖啡啊？没有，你怎么热串了？猫下去这间店很屌的地方是，我觉得他们在做任何的季节活动的时候做的很全套、很用心。因为你看，第一个他们有直接做一个新的菜单出来，对。然后很多小巧思，就是包含他们都有出这样子的别针，然后你们可以注意看一下，对那个温蒂的那个发圈，大家看一下。哇，我的这个酒味不会太浓，虽然是葡萄酒，蛮清香的，淡淡的。我喝喝看，你交换一下，交换一下，喝点蜂蜜露。你的是用 Grappa 智利葡萄酒、绿茶、糖浆、葡萄柚、柠檬，然后还有柳橙苦精。哇，你的很清香哎，我的酒味比较重一点，蜂蜜露会比较浓一点啊。蜂蜜露啊，拉丁少女是 Tequila， 然后乳香酒、蜜瓜香甜酒、柠檬，所以我刚里面的蜜瓜味蛮重，很不错。原来刚喝起来的味道就是绿茶那个味道。然后刚刚因为我们差不多吃完了嘛，店家就有送这次女孩节的蛋糕来。我本身是不缺这种东西啦，但他送来我们就加点吃，加点吃一下。真品第一次吃屌，从头的地方吃好不好？从头啊！哇，学长，老江湖会吃。哎，好吃哎！上面应该是柠檬的那种糖霜，好吃好吃。哇，他们连这种季节就是活动甜点都是非常棒，我真的很喜欢他们，就是做任何事都很认真的态度，让我觉得来这间店用餐的时候，你感受到很多细节跟用心，他们都是很完整的做完整套，我觉得感受到店家热情来再来用餐的时候，我喝酒会喝得特别开心，边吃边喝会觉得很棒，是。有吃饱吗，阿宽？有，我现在已经饱到肚胃凸了。对，我现在已经饱到什么话都讲不出来。好啦，那我谢谢阿宽，谢谢今天来陪我们吃个东西，然后也预祝你的单曲可以有好的发展。谢谢，好不好？恳请大家支持，也支持这个 MC 俊的频道，订阅他，开铃铛，好吧？谢谢你们，也谢谢阿宽。好，不要阿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猫下去这间店一直让我想到迪士尼乐园，餐点、调酒、活动、服务都非常的到位，充满了幻想力、热忱，每一次的用餐经验都带给我很大的快乐。我们下期见。